大家好，我叫叶哲成，目前就读开南大学国际物流航运管理学系。那么开南大学国际物流与航运管理学系借由此计划，送学生出去体验国际物流，拓展学生的国际观与增加国内外个人的竞争能力。那么得知此计划的我，认为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，所以以培养国内外个人竞争能力，所以报名了此计划。那么为什么这次的计划我会选择去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？首先因为新加坡它的地理位置，位于马六甲海峡的东南端，那么它优越的地理条件，使得新加坡成为不论是经济、战略以及交通都是极为重要的国家，它更是东南亚的货物集散中心。那么新加坡港口也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，那么它港口的不论是物流设施以及仓储规划，都是非常完善与先进的，有许多是许多地方都是值得台湾参考学习的地方。虽然新加坡是目前国际物流的中枢系统，那么但是随着生活水准及人力需求的提升，再加上土地面积的不足，使得许多厂商纷纷转向其他东协国家寻找新的物流据点。那么马来西亚它的铁路运输系统对外可以是泰国以及新加坡，那么以及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巴生港，使得大马地区很有机会可以成为下一个物流国际物流中心。那么泰国的物流运输行业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相较之下，较为不是那么的发达。那么泰国的物流基础建设以及物流设施，还有许多的不足，以及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改善。那么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与思考该如何改善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。那么航运物流的组成包括了装卸、运输、保管与流通等等多项的活动所组成。那么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次国际物流的体验，能够增加对于各活动的认知，找出自己的兴趣以及能发挥的所在，以及探讨台湾在国际物流方面与他国之间的差异，有没有能够可以改善以及学习参考的地方。那么期盼在未来，可以在国际物流这一方面上能够有所发展。谢谢。